这边好像在搞一个什么 party 啊，还有大师傅跟这烧烤，是什么什么仪式呢？什么 party 呢？不清楚。我本来想从上面走，你看这是桥嘛，上来之后发现我过不去，我操，我要去那边，这可招了，我还给下去，白绕了一圈。因为我要从这边走的话，我就走回到那个跳舞的房子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就走回去了。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从下面走，我从下面走吧。